欢迎来到虾缸 News。这个礼拜有什么奇怪的活动呢？这个礼拜有那个 Grandson on the Wall 的这一次的新 EP After Hour 的巡回台北场哦。Grandson on the Wall 啊，没错，而且他们有共演团，有神经博士、薛格丁格猫，十一是薛丁格。啊我记得薛丁格的猫里面有一个成员是这个小地方那边的这个人，所以他们一定是在小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11月27号礼拜六在小地方。哇，11月27号啊，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日子。嗯，居然讲错这种东西。薛丁格的猫，薛丁格。薛丁格的猫。好，再来是佛性金属Metal Combat。就他们整个视觉设计都是以这个有一个叫做真人快打，然后电影叫做魔宫帝国的那个视觉作为设计的阵容，有血肉果汁机 Infernal Chaos， 还有麦奇麦奇跟 A Piece of Cake。 哇，又是蛋糕，又是蛋糕。对，11月18号礼拜天在 Legacy 台北。哎，这个活动大家多支持一下，因为这个人啊，这个主办人啊，从往年以来啊，票都卖的不是很好，他每一次那个票都卖的不是很好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他。这一次他可是卯着劲找到这些团，对啊，这个团有男生女生都可以看。对啊，这个团这些团再卖不好，真的就是他去卖冰棒好了啦，卖什么票啊？嗯，因为以前说卖冰是什么？对，以卖冰可以做医生啊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卖冰比较快。没错。好的，不是冰。是冰冰棒，冰棒。对，下一个是2021 YHP Your Heart Punch Night， 你的硬脚韵派顶级吸饶舌争霸，有黄西皮跟十二位 Real Man， 名单持续更新，11月27号在派特哦。哇，这就是一个嘻哈仔派对啦。对，又是嘻哈仔派对。喜欢黄西皮的人就可以过来看一看，然后特别是接触一下新的一些饶舌歌手啊什么的。对，而且据我所知，上次黄西皮在 Pipe 的演出有被六王分享哦。哎，他们现场演出真的他妈好看，真好看极了。再来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，就是 444 Evan 4午休失眠和林同学乐团。哇，这三个团简直就是太重要了嘛。对啊，跟那个台北酷小孩一起演。没错，一个姓林的，一个姓武的，还有一个姓一的。没错，11月28号也是在 Pipe、哦、又是在 Pipe 啊。没错， Pipe 最近的节目是真的都是非常精彩又很多。精彩可期。是。好的，大家一定要来看。大家有空的话就在礼拜天的晚上来看 Apple Four 午休失眠以及林同学乐团。下一个是宇宙轮回派对台湾复活巡演，由基同秩序在12月8号台北 Legacy， 19号高雄 Life Warehouse， 26号在台中的 Legacy 这样。哇，基同秩序是一个非常老的团啊。这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他的那个成员啊，包含了很多老板，像是他们的鼓手就是这个Pipe的老板哦，真的、哦。他们的吉他手是河岸留言的老板哦，然后他们的这个主唱是一个老板，对，他是开头，他就是一个老板，是一个老板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。基隆秩序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团啊，就是你们大家可以去查查看他们以前的东西。他们最近有加了一些新的乐手、新的东西进去，这个是可以期待一个表演。再来是荣月季2021，是11月27号，在礼拜六有海豚刑警、当代电影大师跟 Super Napkin、石青罗琳。哇，这四个团都是我非常喜爱的乐团啊，所以我这一次啊，就是没有要去这个滚山坡，我就直接留在台北来看这个四个团的这个假装音乐季的这个演出啊，在这个 The Wall。对，11月27号礼拜六在 The World Life House。 对啊，这个大家如果没有钱这个买车票去台南的话，就留在台北看这个叫做是荣月季。接下来来到新歌的环节。哎，大家这个礼拜有什么新歌呢？有再见是 Gastro Girl。 哎，这个应该对对对，那个英文叫做 Gastro Girl，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，不过它就是那个一个他是台湾人，对，他们都是台湾人，然后做日本音乐，而且做得非常好。对，日语唱得很好，也不会像是有些台湾人唱日语歌很生硬。对，阿里阿多，我来马斯，我巴卡罗啊，哦阿里哦啊之类的东西。就是感觉是很地道，很像真的日本的。对，他们是真的很用心的在做日本的东西，把自己做得很像日本的团体。嗯，这是非常用心的一个乐团啊，就是他们出了新歌，可以去听一下，算是一个非常悦耳的一些东西。接下来是快
特的亏欠。哇，坏特、一个问号，那个坏特哎、欸。对啊、哦，而且这首歌很赞，是有那个张震岳先生。哎呀，古木屋，哎呀，古木，哎呀，古木。制作，他是作词作曲哦，作词作曲，他是这个，他是那首歌的制作，然后给坏特唱。这个很好听，这非常好听，算是一首 R&B 的歌曲，是很厉害的。哦，好赞哦，可以唱张震岳的歌。我也可以唱张震岳的歌啊，也许我没有机会跟你再说一声再见，也是再见。好的。是东坡的浮光掠影，哇 ，East Wave 东坡啊，对啊，除了进行到第三章的四张双单曲计划呢，年底还有一张完整的专辑要发行，东坡的歌曲产量真的超高。对啊，你看双单曲，它不就是双曲就好了吗？干嘛要讲叫什么双单曲呢？所以是第三章的四张双单曲，所以是三乘以四再乘以二，对，这个太复杂了吧？是这样吗？太复杂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歌超多，真的。好听啦，好听。再来是曾咖郎的首张专辑《夜观巡场》。哇，曾咖郎，这个是这个小个，还有这个百合花的艺硕一起参与制作的一个非常棒的北管专辑。对，专辑收录了13首全台语创作，其中改编北管传统曲牌新埔天乐的《拜图诗》这样子。这个。这张真的很厉害，我刚刚拿出来听，真的是十分有想法的一张专辑。嗯，他刚刚听了一首之后就说啊，再听一首，那我再听一首，那我再听一首，讲了十次。嗯，他很少这样，就是其他歌就不说是什么，就是好了，听好了，居然不说是什么，对，真快，就这样，代表说这个专辑是真的赞。有趣的是，第三届的走中奖得奖结果出炉了。哇，我们恭喜这个，反正我很闲啊，把这奖杯弄坏了，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开心啊。他们怎么弄坏的？张大波把它折断就坏了。他是想说，哎、欸，这样子会不会？他说，哎呀，可能很坚固吧。哎呀，干没有很坚固。看起来是这样子啊，非常的棒，而且是一拿到没多久，哎呀靠杯啊，在现场就坏掉了。哇，怎么这样？瓜吉，你怎么这样子？那个奖杯要做好一点啊。他们好像是很专业的去定做，我觉得他应该拿杯弄坏了。他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势力太大。对，因为钟嘉波这个人一定是，他这么大力大，应该是没有吧？下岗没有参加，因为瓜吉没找啊。不是啊，那个要自己去报名的啦。瓜吉没找啊。真的希望呢，可不可以就是下次也可以去参加、欸。因为瓜吉没找啊。好，我不知道你跟他的交情可不可以这样子。好，你可以吧？我不知道。因为瓜吉上次跟我讲说你跟他很好哎、欸。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啊，瓜吉没找嘛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好啊，反正就是之后会记得，就是请那个我们的企划去报名走中奖，因为我也想要去走红毯啊。我去那讲，好像就是要坐在那边，觉得很怪、欸。我想要看网红。好啦，好，本周的虾缸 news 以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。各位朋友，假如你们喜欢我们本周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分享给你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哦。哎，而且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我们荧幕上面右下角有一个小铃铛，不要忘记开启它，这样你就可以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。See you。